bit more time。影视剧中许多人物出场都会自带 BGM， 霸气的背景音乐自带主角光环，而有些人却生生死在了自己的 BGM 里。本期就来看看吧。我的ナイフはな、たっぷりと毒が塗られた毒の刃だ。かすっただけでもあの勇気だぜ。还记得日剧《勇士闯魔城》里那个风骚的舔刀男吗？由于耍帅太过忘我，继而舔了自己的毒刀，因此当场去世。俺の刃で焼けどするね。あ、それ、あ、あれ、舐めちゃった。羞羞的铁拳中，秀念大师兄配合着霸气的 BGM， 纵身跃入车流中。本以为是个王者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命丧当场。爱情公寓中曾小贤这段撞词搭配霸气的 BGM 还真有被帅到，不过再霸气的音乐配上零战斗力的他注定要是个悲剧。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中鳄鱼帮老大出场一句还有谁，至今令人印象深刻。看似霸气的他却被斧头帮活活捉住，最终惨死。饭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请你吃过饭呢。